拌饭。这能搁到这上面吗？搁下面吧，这个上面是。搁上面一样，搁上面，下面搁不下去了。漂不漂亮？猜猜这是什么，宝贝们？蛋凝。这个叫桂花莲子糕，来桂林必须要吃这个。芒果味儿，这个是啊。谢谢阿姨。这个不可以辣。来辣椒爆头啊！光喝！猪头肉啊，猪头肉，进来老铁，双击关注啊，感谢你们啊，特别香。麻辣拌，这个是我朋友从抚顺拿过来的料。可乐鸡翅、入焖大虾、炖茄子，都是我做的。可乐鸡翅。大家晚上吃饭没？秘制把着肉，很香的。来一个大米饭，特别香。这个是那个长薯条啊，这个应该是海苔味的吧？尝一个。这个味道的还挺好吃的，不错。这个是麻辣小串啊，来一口。哇，这个是好好吃啊，这个。垃圾爪，大爪。太好吃了。烫。老铁们，这是虎哥自创的独家秘制干拌麻辣烫，加上我的超级无敌辣子馍。闷。黑猪肉啊，蘸点蒜酱。